原标题：军职良才。建国后第一个退出领导岗位的开国上将朱良才上将，朱良才上将，1900到1989年，湖南汝城人，一生南征北战，毕生从事思想政治工作。早年保卫过黄良界，围剿过张辉瓒，曾断臂沙场。晚年作为开国上将，第一个要求退出领导岗位，还撰写过《一根灯芯》《朱德的扁担》等传世佳作，可谓能文能武，被毛泽东誉为军职良才。宋任穷，如果朱良才留在那里，这个师恐怕就垮不了长征开始时朱良才任34师政。